二三次来，给他检查一下东西。是吧？环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动？没有动，对。我感觉有一点点动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现在我都不用这样拉，我轻轻就可以把它拉开。没有，对。啊，在这边呢，一二三，他就跑过去了。来，这两个是分开的，对不对？就看喽。一、二、三。障眼法。没有障眼法，你看呢、啊？其实他没有套过去，你注意看。你看。哦，那边有一。对呀、啊，你看这边是没有套进去的啊，本来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假装。假装有套进去就好了，知道？他没有套进去。来，那我考你数学好不好？二加二等于多少？四啊。四个。四个。连在一起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要把一个拉起来。一、二、三，变三个，明白？我要把它套进去，拿出来都可以哦。你从底下套或从上面套都可以拿的，有套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四个套进去。好，这个可以检查的哦。检查看。你先帮我过来检查一下。你把它拉得开啊，你也可以拉开来检查一下。拉得开送你100块，没有拉得开对，没关系，来，没有拉，好了，拉不开了，这个拉不开，哦，用力用力，没办法，没关系，你看以后长大就可以了，所以这个啊，正门你就这么穿下去就好了，它直接就可以穿过去了，很简单了啊，你看它那个，看它一二三，噔，它又跑出来了，对，好，一样，噔，它又跑出来了，两个跑出来。没有看清楚，我再做一次给你看，试看喽。有没有动？没有动。一、二、三。那这样不神奇，因为你说在我的手上做啊，那我在你的手上做来，拿着，帮我拿着。两手，试看喽。一、二、三。一、二、三，哎，哇，没有套进去。好好，好，放开。好，这样是不是有没有？弟弟，你可以看一下。这个是没有动的、哦。哇，好方便。那时候我刚刚跟他讲说，四个对。那你们知道两个跟两个会变几个吗？当然是什么？你把它套在一起。哎，说这个为什么它可以套来套去？本来就可以套来套去的、啊。哦，用力用力，没关系。爸爸啊，没办法，没关系，来来来。那你一个不够，我套两个给你了。每一个都拿起来了，好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没关系，你这样打不开呀。其实我跟你讲，这个没有那个穿在里面的，这个叫做魔术的错觉。我们别人魔术都不能让人家趴在旁边看，为什么知道吗？你在这边看是有关系，你在旁边看你就知道他的秘密在哪边。我坐旁边给你看，你看旁边你就知道没有穿进去。你看他变的又没他穿进去，其实没有。那正面的看，你们看正面的看，是有穿进去的。跑旁边看就没有穿进去，对吧？对吧？旁边看就没有穿进去，但是你正面看的话，它就真的是穿进去了。这很奇怪，那魔术它的神奇就在这边。那可以，我还可以做一个最神奇的，这样给你看来。你看我这样子做哦，这样子注意看好哦，这样子把它穿进去。我拿你要把金堂里毛利上空了掉，对吧？你拿你拿你的一个做波。来呀，来呀，注意看。一。嗯，哎呀，最快，我最快，我带我还没做几个啊，我还没做几个呢，好，来最快，啊，那样这最难的，直接给他穿进去，一、二、三，直接穿进去。哦，那个。对，所以说这个很神奇，就是对了，很神奇，然后旁边就看得出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慢慢来，好，你看，你把它晃一晃，它就会跑出来，你看看。很快。是吧？它自己可以跑出来了。没关系，他有很多的招式啊、哦。我们魔术，今天我们是魔术协会出来外面实习。好，来，我们下一位来，我们再找一位魔术师来。来，